欢迎收看弹珠报新闻，我是康妮耶。大家是不是觉得好久不见？之前两集弹珠报新闻呢，都是看到不是看到，都是听到我的声音，然后没有看到我的人。那今天呢，终于见到本尊了，呵呵，你们可好呢？一样，在这边我要先声明一下呢，因为在疫情现在非常的就是严峻，所以为了工作人员的健康呢，我们也是采用预先录影的方式，然后来录我们的弹珠报新闻。那也因为减少工作人员的数量，所以呢，今天是只有我一个人，就是在现场为大家服务这样子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。那另外呢，赶快在我们直播开始之前，赶快把我们的直播分享出去，叫群组里面的各位赶快一起来看今天有哪一些新消息。另外先提醒各位，因为现在在粉丝团有在举办自己投票决定接下来要出现的关卡，为了保护大家自己的权益呢，赶快去投票哟。好，首先哦，我还要跟各位讲一下啦，就是现在看到，虽然我外面是这个欧拉公的口罩，但是呢，其实我里面戴的是那个医疗用的口罩，只是为了就是不要让它黑黑的，然后有欧拉公陪伴大家，所以就是这样子套着。对，不用担心，不用担心哈，有的，有的。好，首先来看第一个消息是什么？这个之前呢，就是在上个礼拜有提过啦，守护兽有新角色登场喽，来看一下。没错，新登场的角色就是他，非常帅气的军马，服侍主神之军马斯雷普尼尔。那冒险开始的时间呢，就会是6月4号星期五的中午12点，也就是明天中午12点他就会登场咯。那另外接下来要提醒的就是我们的弹珠日的消息了。没错，弹珠日最近的是什么时候呢？6月10号的弹珠日即将开跑了。那一样提醒大家，每个月的10号、20号、30号都是我们的怪物弹珠日，那会举办下述的活动哟。首先呢，挑战活动冒险啦、追忆书库还有入场券冒险，通通都会运气加99。也就是说呢，你可以不用特地带运角，就带你最强的角色就 OK 了。好，那另外呢，就是英雄神殿的实现奖励中，保证出现两个英雄果实。那另外呢，还有运气交换会有限定道具登场哦。这一次比较特别的是有特遇，没错，可以抽悠久的妖精之国二誓约之宴的特遇哦，记得要换起来。那另外呢，还会有这个体力罐啦、棒棒，然后还有果实生长罐等。那还有这一天呢，可以省素材，如果你有很多角色要练的话呢，强化合成几率大成功的是100%。那另外还有特别的体力消耗一的冒险，哇，戴着口罩真的是念起来会很喘欸。还会有特别的关卡，体力消耗只需要一，对，大家就可以在怪物弹珠日好好的把关卡都刷起来啦。那除此之外还有哦，因为我们的婆娑罗这个角色新登场了嘛，那它有语音套组，接下来可以换到的日期呢，就是6月10号星期四还有6月20号星期二这两天，没错，就会有这个魍魉杀手还有金刚召唤，这个语音套组就会以五运来交换，对，大家记得赶快把它换起来。那这个声优细谷家政呢，就是积极的巨人里面的莱纳的声优，这样讲应该大家就知道了。好，那还有什么消息呢？新爆爵海里初次降临，哇，海里是谁？来看看哦，好漂亮哦，是水属性的。然后呢，后面应该是有类似就是远古生物鱼啊什么的之类的，然后还有珊瑚啦，然后海洋，看起来是这样。
没错，现在看到的就是六星水属性渴望爱情的诅咒魔女海里。那它会在什么时候降临呢？初次降临时间将会在6月11号星期五的晚上6点，一直到7点59分，那就是下礼拜五的6点。对，没错。好，那这一次呢，一样会有爆戳九宫格的活动。哒啦，还记得上一个是谁吗？大家还记得吗？上一个呢是火属性的特拉，那这一次呢，接下来就要换这个水属性的海里了。那爆戳九宫格的规则呢，就是你打完关卡成功攻略之后呢，你就可以戳它一个点点。没错，那如果你幸运戳中弱点的话呢，你其他的点就不用再戳了，你直接可以领到以上的这些道具。那如果呢你没有戳到，那你就是很不幸的，就只一定要戳到9格才有办法拿到全部。总之呢，就是看你的运气。那如果你9个全部都成功拿到的话，还可以另外再获得海里的暂贴图。嗯，好，那挑战的时间呢，将会是从6月11号星期五的晚上6点，然后一直到8月9号星期一的凌晨3点59分。我快笑死了。好，工作人员刚提醒我，这个应该会剪掉吧。不会剪掉。你知道大家知道为什么我要笑吗？因为我是戴着口罩，然后一直要讲话，然后他们就说，如果你觉得有点太闷喘不过气的话呢，可以讲慢一点。哦，好， OK OK。 好，那另外呢，接下来因为海里要登场，所以要提醒你们，我们的火爆特拉的爆戳九宫格即将结束了。没错，在6月8号就会结束，不再出现。所以大家还没把特拉戳爆，拿到那些非常好的道具的朋友们，赶快把握时间，它会一直到6月8号星期二晚上9点。然后到10点59分为止，就是他最后出现的时候。应该是说特拉还会继续出现，但是他的戳爆九宫格是只有到这个时候为止，就是就不会再有了。好，好，就这样子。那接下来还有版本20.3的更新情报。吼，维护期间呢，将会从6月8号星期二的凌晨12点一直到早上7点左右。那这一次的版本更新之后，会有哪一些新的东西出现呢？首先，庆贺更新完成，我们会有一个塔斯的巢穴关卡出现。那如果呢，你只要突破它，就可以获得宝珠5个。那冒险出现的期间将会是从版本更新为数结束之后，一直到6月11号星期五的凌晨3点59分。那其实这个时间非常的短，对，所以大家要把握机会拿5珠哦。好，那还有什么更动呢？大家还记得保护兽吗？不是保护兽啦，守护兽吗？现在可以保留了。对，现在呢，大家只要更换队伍的时候，你常用的那个守护兽，它会帮你留在队伍里面，嗯，非常的方便。好，就这样。对，那还有超战型强化修正，那这一次修正的呢是超平衡型，还有超力量型。对，那到底修正了哪一些东西呢？马上来看看啦。详情如下，在超平衡型的部分呢，道具补血爱心的回复效果会增加20%，那对有利属性目标的攻击力会上升5%，变成20%。可以看到黄色的数字的部分，就是它更动之后的数值。那本来呢，友情记威力它是上升5%，现在也是变成20%了，其实上升蛮多的耶。嗯，
好，那接下来超力量型呢，道具剑的攻击力会上升，效果增加 20%。 还有最初碰触到敌人的一击攻击倍率会上升 20%， 哎，也很多哎。另外呢，最后一个可以看到黄色的部分，它会缓和击中敌人时的减速率。好，在这边提醒一下大家，超力量型它的减速率是很高的，所以呢，你会觉得，哎，为什么它好像，哎，怎么动作都很慢啊？然后怎么撞到人，然后一下就不动了？就是因为它的减速率非常的高。那现在版本更新之后，哎，应该不是说版本更新之后，是它的强化修正之后，它的减速率会被缓和，也就是呢，你会感受到它不会慢那么快的感觉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好，那因为呢，它强化修正了，所以我们要来送大家，哎，平衡之书还有力量之书各一本，是不是很棒呢？但是大家要记好哦，这个道具是有使用期限的哟。对，它会一直到6月17号星期四的凌晨3点59分为止。那赠送期间呢，是6月2号星期二，版本更新维护结束之后，一直送到6月15号星期二的凌晨3点59分，也就是呢这段时间领，然后呢你最后使用的期限是到6月17号星期四，大家记好了。我告诉你怎样呢，就是最外无一失，也就是呢你版本更新维护之后马上打开游戏，哎，拿到了之后呢马上用掉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另外还有我们的追忆书库里面追加了冒险，也就是各种回系列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嗯，好，就是会增加这些关卡。总之呢，详情就是大家如果版本更新之后呢，就可以打开追忆书库去看一看就对了。好，是的，以上呢就是这一次版本更新的情报。那康妮在这边要贴心的提醒大家，记得一定要提前备份，因为以防万一买个保险最好。没错，唉，真的是戴着口罩一直讲话真的是会喘耶、欸、就想到之前不是有人说什么戴口罩然后上体育课跑步吗，然后结果就昏倒休克。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了，因为其实它这样子完全遮住，而且我现在戴两层，所以不太好呼吸。对，嗯，而且呢，今天一个人忽然觉得这边蛮宽敞的，跳舞嘞，工作人员在旁边说跳舞，然后我是想说这样可以到处移动，还不错啦。好了，不玩了，不闹了，来看看接下来有什么新消息。即将迎来 X Flag Park 2021日耕耘转蛋开跑，嗯，那到底有哪一些内容呢？好，可以看到，哈，列出了这五个那么厉害的限定角色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没错，这就是告诉你呢，只要每天突破冒险，就可以增加转蛋次数。而且最多可以累积到50连抽 ，what？ 真的假的？好，那这个次数累积的期间呢，是从6月9号星期三的凌晨，然后一直到7月11号星期一日的11点59分晚上哦。那转蛋期间呢，就是6月9号星期三的凌晨十二点嘛，凌晨0点。对，然后一直到7月13号星期二的中午11点59分。那如果大家怕这个日期没有记好的话，可以先截图截起来。嗯，好，那到底详情是如何呢？马上来看看。突破冒险来累积转蛋次数，然后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非常复杂的表格，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我的天哪！好，马上就来讲解给大家看。左边的 X 轴呢，是
几连几连抽，那它一个刻度是以十连作为单位。好，这样子看得懂了。那 Y 轴的部分呢，它是日期，也就是呢一天一天为单位。好，那在最右边呢，先来告诉你，他说每天突破一次冒险就可以累计转蛋一次。好，这个记好了，他一天只能累计一次哦。第二个，在怪物弹珠日的时候呢，你打一次他就可以累计十次。哎，超爽的，所以怪物弹珠日一定要打，可以抵十次。好，那再来最下面一个，他说如果你每天都打一次的话呢，最快在7月1号的时候就可以获得50连抽哦。哇，这也太爽了吧。好，那现在呢就来看图表了。我们来举个例子，好，从活动一开始，6月9号你打了一次，隔天6月10号怪物弹珠日你打一次，他就帮你计算10次，所以呢在第二天的时候呢，你就有11次的转蛋机会。那接下来呢也是每天每天累积啊，各一次各一次，一直到6月20号的时候呢，你又可以再累积10次，所以呢在那天你就有30次了。最后一直到7月1号中间又经过了6月30号，所以呢你总共就有50连了。这样子看懂了吗？哈哈，是不是讲得很清楚？好，对，你每天呢就打一场就好。那另外要特别特别注意的是，转蛋次数累积的期间会一直到7月11号星期日的晚上11点59分为止，记好咯。好，那接下来就要来讲解这一次的转蛋啦。这个呢就是期间内只能免费抽一次50连。对，那特别特别要注意的事情就是，我们刚刚看到那些很厉害很厉害的那些限定角色，例如说有什么欧娘酷棚啦吧吧吧之类的，它只有在第31到50连中才会出现，这个要注意咯。然后接下来如果你在30连的时候就忍不住手很痒把它抽掉的话，你就没有限定角色了。好，对，它就没有咯。那另外呢，你这个转蛋你如果抽掉它就不再累积了，就没有了。大家还记得之前的大师宝珠吗？那个时候呢也是一直提醒大家说，你要一直养一直养，把它养大，因为如果你还没有把它养到最后就先把它抽掉的话呢，就没有那么多宝珠给你了的意思。好，所以呢你就是一定要养到50连再抽掉，好不好各位同学？我忽然觉得我好老师哦。好，那听完这个消息之后接下来还有什么呢？那么童话感是谁受神化了？没错，就是陶乐斯。嗯，来看看受神化之后的陶乐斯是什么样子呢？他是六星光属性团结一心之奥兹的魔法师陶乐斯。那可以看到其实他这一次的视觉图上面呢有非常非常多彩虹的东西，例如说有彩虹出现，然后动物们身上也有彩虹的饰品之类的。那其实这个呢就是想要表达就是大家都团结一心的意思，然后就是在疫情期间希望大家都能团结一心，然后呢一起度过这段时间。
哇哇，喂食我。好，来看看他受强化之后的技能。反伤害 B， 超扫雷者 M， 以及魔王杀手 L。 那友情技呢是超强贯通导引弹18发，以及副友情技攻防提升。对，这个是两个攻击力还有防御。好，那 SS 12+12奥兹之仙踪魔法，穿过墙壁从相反侧出现，以及率领同伴朝敌人射击。哦，这个感觉还不错耶。好，那它是一个反射平衡型的弹珠。嗨，那它的解禁日期是什么时候呢？解禁日期将会是在6月9号星期三的中午12点，大家可以先把我们的素材准备好，就能在第一时间来把它受神化了。那接下来呢？哇，是给喽给喽给喽！兽神化改的对象就是我们的克隆。那兽神化改之后，它是六星木属性，传递爱情的青蛙偶像国王克隆。大家还记得他在改之前是什么吗？王子嘛，对不对？现在改之后呢，他现在是国王，然后斜杠偶像，就是除了他是国王的身份之外呢，他还有偶像的这个该怎么讲？偶像的职业吗？偶像是职业吧？偶像的职业，对，偶像歌手，然后他又是国王，但这样子他完全就是女孩子心目中的理想对象哎。对，他就变成青蛙偶像国王克隆，哇，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哦。那来看看他兽神化改之后的技能，超反风。水属性耐性，巨能射击之后反重力护罩，异常状态回复。那在这边连吸技的部分注意一下咯，它的发动条件是一体或者是以上与自己不同几种的角色，或者是呢运气合计达100或者是以上，就会有反魔法阵以及超阻停雷射。那友情技在这边是超强气弹，副友情技注意了，新的叫做防友提升。哈，什么叫防友提升啊？预防同伴提升什么吗？不是不是，是防御力还有友情技的倍率提升。对，好，那 SS 8+8今宵将愿望寄于克隆之心，它的攻击会变成反射类型，尽情的到处冲撞，那么是一个贯通巨能超平衡型的弹珠。好，那什么时候兽神化改呢？哎，跟我们的陶乐斯一样，哎，就会是在6月9号星期三的中午12点，大家一样要把素材准备好，才能在第一时间把它兽神化改咯。那接下来呢？对，最后要提醒大家，我们的好运怪物，那对象期间呢，将会是6月7号星期一的凌晨4点开始，一直到6月14号星期一的凌晨3点59分，就会有摩斯曼、玛丽安托瓦内特、伯利多、浩志鬼原型，以及最后呢，就是我们密海冒险里面的异界恶魔总帅巴尔。那好运怪物有哪一些好处呢？你只要持有一种，在运气交换的时候所需要的运气折扣就给你10%。那如果有两个的话呢，你在追物书库持有的点数上限可以增加60。那如果有3种的话，在运气奖励里面就可以追加宝箱一个。那你持有的角色越多，就是运角越多的话呢，就是越好就对了。好，就是这样。哇，是的是的，爆完了。这样子戴着口罩爆新闻还真的是算是第一次吗？
哦，上次有带过他，但是因为打关卡比较不需要一直讲话。对对对对对，这一次呢就是一直讲话这样子。哇，非常棒，大家也看完了，很棒。最后真的要提醒各位，现在尤其台湾地区的朋友，我们的现在的疫情其实真的是蛮危险的啦。对，好，所以大家记得一定要干嘛，勤洗手，然后一定要戴口罩，不要出门群聚，待在家刷弹珠最好，共勉之，好不好？对，那另外再次提醒一下，现在我们的粉丝团呢就有举办大家自己投票，然后决定可以出现哪一些关卡的活动，把握自己的权益，赶快去投票咯。最后提醒大家，记得要订阅我们怪物弹珠的 YouTube 频道，然后小铃铛开启，这样直播或上最新影片的时候呢，就能收到通知了。对，然后另外也一定要到怪物弹珠的粉丝团按赞按起来，记得要追踪，这样消息才不会漏接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